严重了。看来比回报中所称的状况还要严峻，先去找此地官员问个仔细，了解目前情况吧。参见大人。此地状况如何？启禀大人，如您所见，这里大水虽退，但居民家园全毁，明明未到雨季，不知为何数日前河水突然满溢，使我们猝不及防，应变不及，从中还有妖物伴大水而来，才有如此严重后果。那些妖物在哪？如今他们大都聚在明沼之中，现在我等唯一能做的便是全力防堵这道缺口，不让妖物们出来害人。聚到明沼中为什么？为了能使这里的居民安心居住，我们非得除去妖物不可。司空兄弟说得不错，那我们去明沼一探究竟吧。水而来，听起来不像是一两人发出的声音。确定是人？过去看看吧。
You
这是什么？阿乔，小心脚下。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潜伏着。小心！终于现身了，你们也替我的子民偿命吧。这些妖物真难对付。这些妖物死的情形与我们在义和镇遇到的那些类似。我看过一段记载，上面说以前夏朝公主羽曾斩做了逆臣相柳，那相柳的血又腥又臭，血流过的地方寸草不生，跟这儿有点像啊。说起夏羽，他是个治水常才，听说他也曾在此处疏导水患。若是真的，此处实在不该又发生这么严重的水患才是。凤大哥，你方才是在佩服下人先王羽吗？不行吗？我只是以为你应该是憎恨下人的。憎恨下人？当年先王流放夏桀，是因他残暴不仁，不配继续领导人民，而夏羽正好相反，他是位为民着想的明君，人民为重。即使如此，我毫无理由去憎恨一位如此善待人民的贤王。说得好。这些都是古籍中记载的人物，为何最近一再听见他们的名字？玄涛锦又为何跳入这泥沼？难不成他在引导我们发现什么？为吗？在这泥沼底下似乎另有通路，若此处真的有隐藏道路，里头很可能藏有妖物汇聚于此的原因。那就一定要去查看了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阿乔，小心。这隐藏通道看来危险，你还是别乱跑的好，小心被泥水给吃了。我知道你不会放弃玄涛锦，但贸然跳入泥沼无疑送死。既然此处有别的路，咱们不妨进去探勘看看，找不到玄涛锦再回来不迟。走吧。
这里怎么夏邑底下还有这样的地道？这地道年代看来久远，又机关遍布，似乎在极力隐藏着什么秘密。会不会那些妖物就是看中那个秘密而来？不无可能。玄偷集也是为了那个秘密来的吗？沿途我们多看仔细，也许能发现玄偷集的行径。这是自然。木叶姐姐，我会替你多留意的。Yeah!
凌云之子。
凌云之势。凌云之势。